若数字不可以重复出现，那么0、1、2、3、4、5这五个数字可以组成的五位数有多少个呢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看五位数嘛，所以我们就画五个空格。好，但是呢，第一个这个万位数字有一个条件，绝对不能摆零，所以呢，我可以有1、2、3、4四个选择。好，所以这边呢，我有四个选择。那再来千位数呢？因为它是不可以重复出现，所以我用掉了就用掉了，但是这时候零就可以用了，所以我零又补了进来，所以呢它是不是就是又是四个选择，对不对？那再顺着下去，每一个都用掉一个数字，所以就是4、3、2、1。好，所以就是4、4、16、16再乘以6，所以96个。